看第四题，他说中心在原点，好，然后呢，轴是坐标轴的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椭圆方程式哈，我都可以写成 a 平方之 x 平方的，加 b 平方之 y 平方 ，a、b 是两个未知数。好，那现在他说这个椭圆通过这两点，那有两个条件，我可以立两个方程式。我把这一点带进去要变化，不然是 a 平方多少呢？二得四嘛，加 b 平方是三得九等于一。另外一个多少 ？a 平方是多少呢？一，好 ，s 平方嘛，加 b 平方是525等于一。好，那我把 a 平方之一跟 b 平方当成是未知数，那我就知道哈。a 平方之一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，100减9是多少呢？一91啊，91分多少呢？是这个减这个，25减9，这是6，16了。那 b 分之一呢？哦 ，b 平方之一哈，就是91分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。4减1是3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方程式哈就多少 ？a 平方之一是这个嘛，所以就是91分之16 x 平方，再加多少 ？b 平方之一是这个，所以是91分之3 y 平方等于一。把它整理一下，变成是16 x 平方加3 y 平方等于91啊。好，这个就是答案。